年节送礼，很多人都会送乌鱼子来应景。印象中，乌鱼子盛产地位于南台湾，但其实在新竹也有乌鱼子，是台湾纬度最高的产地。许峰丽原先从事补教业，因为父亲年迈，决定回家接手养殖，用鱼粉和益生菌来喂养乌鱼，让产出的乌鱼子外形饱满且色泽透亮，吃起来鲜甘回味。他还创立自有品牌来行销自家的乌鱼子，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如今年销超过上万片，做出一番好成绩。鱼车车斗一只一只现捞乌鱼，像瀑布般倾泻而出，场面相当壮观。疯狂的乌鱼瀑布也吸引许多摄影迷到场朝圣。这时是捧乌工人最忙的时候，只见他们手脚利落地抓起放完血的乌鱼，一刀一划再一拉，小心翼翼不要把乌鱼卵割破，接着再将乌鱼卵、乌鱼标及乌鱼壳等一一分类装篮。每年秋冬十一月开始就是盛产乌鱼子的季节，而新竹是全台最早收成的产区。所以我们在捕收的过程中，一年只有一次啊。新竹是全台湾最早乌鱼收成的时间，因为它拜九相公之赐，这个神秘的力量啊，它在九月就开始来推行啊，它风速可以来到九级，所以我们称它为九相公。在乌鱼在成熟的时候，我们在捕捉的过程中，最主要我们是它要它的乌鱼卵。新竹是全台纬度最高的产地，加上九降风吹拂，让养殖池的水温降到20到24度C 左右，加速了乌鱼卵的熟成，且更为饱满及油脂丰厚。新竹它这个环境啊，我们研究过，它最适合养殖的鱼类还是乌鱼呢，因为毕竟新竹它的纬度偏北，它冬天温度比较低，那很多鱼类其实它是热带的，水温大概低于15度，它们就会死亡。而乌鱼没有这个问题。那乌鱼在结卵的后期，它又怕热，它需要低温，所以变成新竹这样子的一个纬度，最适合养殖乌鱼。他是乌鱼养殖业者许峰丽，同时也是新竹市竹北区水产养殖产销班的班长。年轻时在外打拼，从事补教业业者的工作，对爸爸的鱼池并不怎么感兴趣。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才知道说我家有鱼池，对，我爸其实不太会跟家里啊或其他人讲他自己的事情。我那时候其实自己开补习班啊，自己在教书，那就是因为父亲也是身体不好，就会要求我说，哎，早上载他回来，哦，载他来鱼池看看。那时候其实非常排斥啦，因为自己有一个工作嘛。后来慢慢的觉得啊，父亲有他的苦衷，才慢慢去接受他啊，把他想成说啊，我就来这边运动，所以那时候才慢慢的释怀，才开始接触。进入取卵产季，许峰丽换上青蛙装，踏进鱼温里帮忙捕捞乌鱼。工班们卖力拉起围网，将乌鱼集中电晕，放到斗网中筛选放血。可别看他现在老神在在的模样，接触养殖初期也遭遇重大损失。我来这边开始养殖，其实什么也不会啊，什么也不会，一直认为鱼在水里就会活啊。后来才知道不见得啊，也会死啊。我们早期就遇到，就是它塞布寄生啊，造成缺氧，瞬间一个晚上它可能就缺氧死亡。我们整口，那整口这个原因很多是因为它水车跳电，水车没有再走，又遇到它塞布有寄生虫，所以造成大量死亡，动不动就数十万到上百万了。起初许家的鱼温以饲养草虾为主，许峰丽接手后才开始饲养高经济价值的乌鱼，没有人能够经验传承，一切都得靠自己慢慢摸索。我还自己去买了一本那个鱼类的疾病病理学来看，对，后来就是透过自己的自学，不会就问，慢慢的学习，才知道说现在
看到鱼有没有生病用看的可以看，看得出来，啊，就是说这一路下来其实非常辛苦啦，就是说靠自己，慢慢没有人带。导入 AI 科技协助渔场管理，才能让产能和质量慢慢稳定成长。为了与市面上的乌鱼子做出区隔，增加竞争力，徐丰立选择喂饲进口顶级鱼粉，并加入益生菌取代药物使用。但这样一来，饲养成本就得增加三成。一般用益生菌在养殖，它整个过程其实一刚开始它没有办法像药物可以立竿见影可以看到一些变化，可是长时间下来的话，你会发现，哎，我们鱼抓完的时候池水抽干，发现哎，污泥也很少，啊，那从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判定，一般我们用生物制剂用这些益生菌，对我们池子的管理上其实是更如虎添翼，而且鱼虾前后的比较是有不一样的，那鱼粉的等级很多。那像我们鱼粉其实是用等级最高的阿拉斯加鱼粉，那这样子我们的饲料成本也增加很多，可是毕竟我们养出来的乌鱼子也是人吃的。许丰立也发现，长期下来产出的乌鱼子比传统养殖的方式吃起来味道更加鲜甜，让他更确信益生菌的养殖模式是一条对的路。丰立制作乌鱼子的基地在云林，来到这处加工厂，黄澄澄的景色映入眼帘，一片一片乌鱼子正放在木板上进行日晒干燥。之所以会挑选南部的加工厂制作，是考量到新竹的天气并不适合。在养殖过程，当然我们把鱼养得很好，啊，最后面乌鱼子要去做加工的时候，这一部分我们有特别去找那一种已经做三代的，啊，他做得非常好的，而且他们的设备非常的完善，啊，那我们就请他们帮我们加工，因为毕竟乌鱼子的加工也是另外一门学问，所以我们把这一些乌鱼子我们是送到南部去，毕竟新竹在冬天要晒乌鱼子，常常会遇到下雨啊、阴天啊，这些就比较不适合。乌鱼子得先用盐巴腌制，加工厂老板蔡炳雄凭着长期累积的经验，不同的乌鱼子大小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才能有最适合的咸度跟口感。而要让一片片乌鱼子能呈现有如星形一般，也很考验师傅的手感。清洗掉我们就出来，要把那个形状要调好，调到说像一片乌鱼子，像大概都像爱心的这么漂亮，就这样子。有时候会压迫，啊，有时候他们在处理厂割纸会稍微会割到这个皮就很薄，很薄，然后要用那个织厂衣把它补起来，这样才会不会影响说，破掉了那个乌鱼卵会一直挤出来，就这样子。真心压平过后的乌鱼子，接着就要晒日光浴了。阳光均匀洒落在乌鱼子表面，慢慢蒸发水分，还得定时翻动，让乌鱼子平均受热。日晒时间短则五六天，久一点的要一个多星期。每一片乌鱼子的诞生都得来不易。我们要养三年，对，一千多个日子才可以养出一片乌鱼子，呈现给大家的要三年。大概收成到乌鱼子收成完到整个加工日晒，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可以交到消费者的手上。但这么辛苦做出来的乌鱼子，先前都是交给盘商，价格并不漂亮，让他决定创立自有品牌，顾好前端养殖和加工，后端行销交由太太庄家燕负责。因为我是负责后端行销嘛，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就是这个农渔产品的产销机制，然后进口的产品会影响到本土的产品一个形态，让我觉得其实农渔民是很太辛苦了。其实我们没有想改变什么，我们只想发扬，就是让大家知道新竹竹北的乌鱼子有九降风的恩赐，成就出这么棒的一个食物，可以让大家台湾人都可以享受得到。
为了推广新竹乌鱼子，许丰利夫妇也把乌鱼子制作成加工食品，更方便食用。乌鱼子现在目前最热门的就是一口乌，就是说我们乌鱼子制作完之后，跟它炙烧完之后切成一片一片，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在料理上他比较不懂，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做成就是即食包一样可以马上吃啊，这是一口乌。其他部分我们还有去做乌鱼子酱啊，那乌鱼子酱是很特别啊，乌鱼子酱在全台湾做乌鱼子酱的不多，而我们乌鱼子酱其实还有销到国外啊，销到美国，还有做乌鱼子 XO 酱。尽管品牌才成立两年，年销量就已经突破万片。许丰利从补教老师摇身一变成为乌鱼养殖达人，一路走来的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其实坚持这个哈，其实就是有一股不服输的那一种心了。就是说我们做事情应该要把它彻彻底底把它完成，那做也要做最好的。承载着在地的情感，许丰利透过一片片金黄透亮、饱满如爱心的乌鱼子，要让更多人知道九降风乌金来自新竹。看到这里，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大家好，我是凯淳，请帮我们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喽。